中国的拳术有一部分是由各种动物的形态变化出来的，螳螂就是其中的一种。螳螂全身最坚硬的就是前背，所以经过练完木桩之后还要练腕力。这部片除了我打螳螂拳之外还有鹰枪，兵器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拳术叫做形影相随。形影相随的拳法是由逼打还有韵打，溜打，缠打，还有挨身靠打。形影相随的拳法是由逼韵溜缠以及挨身靠打变化出来的。请各位多多指教。